振华眼长是长，读作长，不是藏哦，是长。振华眼长，啊，振华，振华眼长，振华眼长，读作长。原来2023年1月份看到了网络影片 ，YouTube 的影片，《道歌山歌》，无上殊胜，无上殊胜，有慈莲菩萨，慈，保持的慈。受持的持，莲花的莲，持念菩萨的圣训里面有讲到正法长远，正法长远，所以念作长，念作长就是正确的。